其实我们已经有一阵子没有演出，因为我们的鼓手现在有点事情很忙，对，所以我们很久没有享受过在舞台上表演的感觉，好像蛮久的吧？对，更久没有来台中。对，我们上次来台中就是去那个摇滚台中，结果他赶不过来，然后我们就临时，就只要我去搭鼓。虽然你看我们乐团现在是四个人，可是因为我们鼓手现在很忙，常会赶不上，今天也差一点就赶不上。对，如果他真的赶不上的话，可能他就要去打鼓。真的有一次，他上一次在摇滚台中的时候他就跑去打鼓，然后我一个人弹吉他，就是也有这种客难的时候，所以一个团队很重要啊。对，他在服兵役，就是对啊，他其实也是不得已，因为他是我们团里面最后一个服兵役的人。对对对对。可以讲吗？好，刚刚第一首歌叫做《转泪点》，第二首歌是《日出》，都是写关于我们自己对梦想的一个看法，就是其实都会遇到很多困难，就是跟现实会有一些冲突，可是我们现在还在继续做，就是还在玩我们自己喜欢的音乐，就相信自己喜欢的东西，然后坚持努力下去。歌词里面的内容大概写这些东西，如果大家喜欢的话，可以上Facebook 或者是 YouTube 打 ROSY_玫瑰红都可以看到我们有我们的表演，有我们的歌可以试听，谢谢。接下来带到这首歌《锁》。